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凯游戏频道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游戏公告内容。第一个是官方公布了2月15号至21号的紧急任务时间表。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公告内容的玩家，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描述栏去进一步了解。第二个公告是2月22号的 PSO Day 得到延长到24号，以及增加了一些额外的奖励。活动期间的加成有 50% 的经验值以及掉落率，而增加 150% 的预设技能道具掉落率。在期间也会有限定任务的出现，大家可以透过这个限定任务来获取一些特殊道具，比如说金票。额外提醒一下，在活动期间，如果你拥有充值的会员卡的话，你可以额外获得一些奖励，比如说有两张50 SG 的票，四张特殊刮票，一个增加强化成功率 100% 的道具，以及一个特殊能力成功率 20% 的道具。大家记得要有效地利用这一次活动的加成来获得自己的心仪武器。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，如果有任何补充或者想法的话，欢迎到留言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